母亲，来这个，帮助念佛，因为这个星期五啊，是我父亲的49天的圆满，所以感谢我们的正宗，感谢我们的同修们，菩萨，师兄师姐，感谢你们的慈悲的关怀，师父只祝福大家60吉祥，老实念佛，我们将来同对呀，生极乐国，这个是我们念佛的人最大的福报。什么样的最大的福报呢？就是这一生能够超越6道轮回，能够一生圆满成佛，往生净土。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人最大的福报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福报了。所以祝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恩大家，祝大家60吉祥啊！阿弥陀佛，感恩，阿弥陀佛。我们感谢师父参加我们的共修，谢谢师父。明天见明天啊，见，明天见啊，明天见，同样阿时弥间。陀佛，明天好，见。谢谢师父啊。OK。好，好。